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今天要来玩一款手机游戏哦，叫做《猎龙高手》，这是老头呢无聊的时候在这个游戏这个下载区找到的哦。那这个游戏不知道有没有安卓版本了，不过老头是用苹果玩哦。这款游戏其实还蛮算是对我目前来讲啊，算是一个消遣的游戏。哦，就是给你一个地点，然后要你去消灭啊、狩猎指定的恐龙。目前为止玩的还不错，哦，个人是觉得还蛮不错的。然后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多枪支，早期他会送你突击步枪跟来福枪。哦，刚开始会有这个格兰毒蛇，哦，然后也会有这个来福枪。然后这边还有什么特殊枪支、火箭筒，哦，这些呢，基本上呢，你们看到写通关地区解密，这些全部都是。解完之后还是要用你的这个金块去买啊、哦！你看这样这个火箭筒就要480，好，我只有23金块而已，金条啊、哦，所以说这个可能也要稍微磕一点金。然后这边什么新手包之类的，150块啊、哦，可以拿到30金条什么什么的啊，不管了。总而言之呢，试完给你们看啊、哦，这个来福枪挑战赛哦，杀死一只的成年暴龙，来给你们看看，我们狩猎去。哦，哇！成年暴龙长这个样子，哦，哦，然后这是一个瞄准，然后呢，你会看到这个左边跟右边呢，是可以左移右移，哦，比较可惜的是它没有办法做往前的移动，就只能瞄准射击，以及就是做移动这样子，左移动右移动这样子，然后你会看到右下角有这个能量饮哦，喝了之后呢，怪物的恐龙会变慢动作，然后呢，那个风暴但是增加你的攻击力哈。哦好，我们现在发一发，来来来，对准这个目标。好，暴龙要来攻击我了，磕一下能量影，让它动作变慢。好，呈现一个慢动作的状态，我会比较好对付。来，在头部，哎，直接给你一枪毙命，来解决了。好，是说呢，这么大只的一只霸王龙，怎么会三发就解决呢？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啊。哦，这个我们子弹可能射进去会爆炸，也说不定。完成了狩猎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这个来福枪挑战赛呢，又会多很多条件哦。比如说，本任务要求射击肺部，啊、哦，没有射到废物的话，好像就是没有射到肺部了。废物是什么？没有射到肺部的话，好像就是判定失败吧。没关系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哦，这个还是蛮适合消遣的，如果不氪金的话啦。哦，鸭嘴龙。射杀年幼的鸭嘴龙，哦，很可怜，很年幼就要挂这样子。那他的肺部的话呢，我要怎么判断呢？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快，这个字也太小了吧！点击萤幕开启红外线，注意瞄准器电池是有使用期限的。了解，使用一次哦，肺部就这样出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啊！有命中肺部。过了新手教学，是不是？哦，什么广告？不要理广告。新手特惠包4.99送一把霰弹枪，金色的。哇，好犹豫哦，150块而已。嗯，之后再说。好，狩猎奖杯都有新的，然后你会看到下面会有一些特殊挑战赛哦。这些挑战赛都是拿来升级你的武器，给你赚钱用的。像是这一个的话，可以打到三个金条。哦，这个可以多多打一下。哦，然后呢，他的武器使用的是这个火箭筒哦，击杀8只细恶龙，挑战一下。好，马上去试试。来来来，打一些金条拿来换装备。我靠，第一次看到这个在哪里啊？看到了，这怎么射啊？怎么会跑哦？这根本射不到啊！这个还要判定他的那个路线呢、欸，有命中躯干，命中躯干，席内，有，还差4只，可以。我以为他会自动追踪，结果不会。哇，没中，然后被全部都跑光了。有2只，再最后1只，喂。啊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！跑吧，你们！
都没有打到 ，I'm sorry。有了，结束了，获得三个金条，爽。这个蓝色的任务解解哦，杀死毒龙。哦，需要火力84的来补枪。好，我们升一下，升级了，升级了。反正我钱多，我钱多。OK， 可以了。来，杀死毒龙。哦，暴君，哇，恐龙鲜艳的颜色对狩猎者是一种警告。嗯，来来来，他这个什么还有那个树状图的感觉，来来，他没有 特定条件说要怎么狩猎吧，是不是？所以说直接把他射死就好了，射他的头，居然没死。哎哎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个有点母汤。Oh my god， 他来了。他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再一发，再一发，再一发！哦，呵呵，他不上来了 ，Nope， 小废物，射中心脏，哇，恐龙危机，军火库需要使用散弹枪，要我买散弹枪，买装备，打看看好了，打看看，打看看。去打猎，这是可以拿到什么？杀死五只迅猛龙，可以拿到这个箱子，是不是？哦，这边有第二波哎，打看看，打看看。哇，这个有点难瞄。杀死五只迅猛龙，哇哇，尴尬。哦哦哦哦，哦哦哦哦哦，慢动作刻一下。哇吼！哇吼！死呢！还有一只，结束，赢了。哦，给十个水晶，这些水晶可以购买限定的武器而升级。好啦，老头稍微小氪一下哦，想要打看看后面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哦。来来来来。后面的那个什么任务啊，主要的那个任务呢，它需要的是用我们的来福枪升到高阶哦。哦，等一下我们来打看看。来，有没有这边都需要做升级吗？就给它升一下，都升一波，都升一波。哦，还不够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升完了就可以打了。好，这是说嘛，杀死克拉格，来来来，克拉格感觉蛮猛的哦，最后一只暴君有点想挑战哦，感觉很硬哦，瞄准他的弱点，攻击伤害应该会加倍，什么可以牵制他，以牵制射他的射他的右脚，哦，再射他的头，好来，好来，来来了。完了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！哇，这个有点近，射不射得到呢？答案是可以的。结束，射中心脏，死去。Yeah， 稍后再说。这不是超快啊？有氪就是不一样。来，辛德尔，我的颜色好特别哦，赶快。瞄准弱点，布雷耶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呜，我，把我死定了！哈哈哈！干！我觉得要先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才有办法第一时间瞄准第二次嘛。不然拉太大反而不好瞄，完了他往我这边扑过来了，有解决了，那死去，呜呼，再来第四关，变色龙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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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升好升满升好升满，土豪式玩法，哦。欸，奇怪，为什么没钱了？我已经领了呢，我没钱啊！哈哈哈。
哇，我身上的财产全没了，零零了。这一招怎么打？变色龙超酷了！哎呦喂呀，完了，他来了，往我这边冲过来了。No！我下，这等我一下，完了完了，他扑过来了，哦，差一点，好你家在哦，拿到6200啊，那这样子我暴君是不是要再升一波？完了，没有钱升暴君了。明明就有，我上面的钱显示不见啦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！我上面的钱不见了，右上角是零，What happened？这代表是可以无限升级吗？好，升满了，可以打暴君的，Go！而且 BGM 都不见了，游戏产生了 bug。哎呦！这暴君看起来就跟一般暴龙没什么两样嘛，只叫暴君而已啊，名字不一样而已。来来来，有射到了，射到了，射到了，使用我们的风暴弹打看看。风暴弹呐、啊！哇哇哇，这有点难瞄，有点难瞄，太远了，哇，完蛋了！Nope！啊，被吃了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浪费了风暴弹。看，果然不要拉太远呢，真的拉太远是吃亏。我们还是就是稍微瞄准一点就好了，配上风暴弹，再一次。有，这个有。风暴弹伤害好像有变高哦。有，远远的就把它解决掉。暴君呢？哎呦，贯穿头部。请叫我三发男，三发猎人，是不是？我全部解决掉了，会拿到什么奖励？你已经解密新的地区，此区有新的狩猎、凶猛的恐龙和全新的挑战。哎呦，在哪里？下面？没有啊。哦，还要下载。哇，新地区开始搞突击步枪了啊！然后这边也是有，这个是要用什么打？哦，这次开始就玩突击步枪了，要买这一把才能，要买这一把才可以上去打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这特价什么？39，我没有钱了，好吧，就先这样子吧。好了，我觉得今天试玩差不多先到这里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蛮不错玩的啊，你们有兴趣可以来这边打发时间还蛮浓的啦，这游戏感觉挺浓的，刚刚就不莫名其妙花了点钱，不过真的还不错。如果你们兴趣呢，自己去这个你们的 Google Play 或者是你的 App Store 就是它那个游戏呢叫做什么《猎龙高手》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啦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今天试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片呢，记得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玄幻下方留言，或许我 NoNo Life 按个追随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老头。我们如果有机会继续玩这款游戏吧，不过机会不大，因为我都自己玩，呵呵。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